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高僧传讲述，尾山灵佑大师，维养中开宗祖师。高僧尾山灵佑大师，从北宋开始，禅宗初学者入门必读佛祖三经。所谓佛祖三经，指的是42章经、佛遗教经以及尾山警彻。尾山警彻全文由散文韵语组成，阐述人生无常和实践出家入道之要旨，言简意赅。文成之后，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残林。北宋仁宗时代，琐碎禅师为佛祖三经作注，尾山警彻流传更为广泛，乃至远传朝鲜和日本。是谁写下如此重要的著作，堪与42章经、佛遗教经并列，而为后世学人所推崇？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尾山灵佑大师。高僧的大院，唐宪宗元和公元806年至820年末年，至尾山弘扬禅风，村民感得。群集共建同庆寺，大师的基本思想是三种身说，即把主客观世界分为想身、相身、留住身，这也是他为接引学人证得大圆净智、佛智，达到自由无碍境地而设的三种机法。高僧的大恨，尾山大师著有。潭州尾山灵佑禅师语录、尾山警彻各一卷传世，尾山警彻与42章经、佛遗教经合称为佛祖三经，是禅宗初学者入门必备之典籍。灵佑，唐代，公元771年生。福建福州长溪人，年数岁时，追记短河一指建善寺法常律师修行，坐卧直劳，奋力认真，每次出坡都比一般人多做数倍。在20岁时，杭州龙兴寺受具足戒，勤学大小乘经义，后行脚入天台，途中遇寒山。寒山若有深意地看着他，说了一句：“千山万水，玉坛即止，或无价宝。”正序诸子，他默默记在心里。端坐思维，到国清寺，巧遇其身实德，也得到相同的指引。因此，灵佑禅师决定前往江西。参谒百丈禅师、华海禅师。灵佑出参百丈华海，有一次随侍在侧，当时夜已深，百丈对灵佑说："锅炉中的火，看看有没有火。"灵佑拨了一下，说："没有火。"百丈禅师亲自起身，深深拨了拨。拨得一星火，夹起来给灵佑看。你说没有，这个是什么？灵佑因此开悟。灵佑在百丈山盘桓15载，司马头陀选得大尾山堪建道场。为了决定住持此山的人选，百丈禅师指着净瓶让每个人下转语。灵佑一语不发就踢倒了净瓶，
获得百战禅师的认可而得以住持大尾山。林佑住持大尾山40多年，接引学人，敷养终甚。林佑的基本思想是三种身说，也是林佑为接引学人证得大圆净智佛字，达到自由无碍境地而设的三种机法。尾山林佑禅师于公元853年圆寂，得年73岁，为尾养中的开创者，谥号大圆禅师。林佑禅师除了接引学人、敷养终甚之外，尚有三件大事可以陈述。第一，肯定德山，德山夹父子来到尾山法堂，从东到西，从西过东，边走边说：“有吗？有吗？”林佑殊不顾盼，德山又说：“无，无。”德山离去之后，林佑对弟子说：“此子以后定会喝佛骂主。”德山以此举表明自己对来去有无的认识，以达至自如无拘。林佑以特达的俊眼肯定了德山一生。第二，不为香言说破。林佑问香言智贤：“父母未生你时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智贤虽然博学多闻、辩才无碍，却一时语塞。智贤请求林佑说破，遭林佑拒绝。后来智贤与南阳慧中国师的灵塔处修行，偶然及竹有声，恍然悟道。智贤十分感谢林佑当年不说破的恩德。第三，接指引洞山，洞山良介参访林佑，询问南阳慧中国师无情说法的含义。林佑以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子说之与答之。良介仍未悟，林佑又小以直须觉渗漏后始得，并指点良介拨草沾风。到了灵岩坛城处参访良介，后来虽然于灵岩处开悟，但是林佑此番指引关系甚巨。林佑与石霜、辩珠、道无、灵岩诸禅师法缘亦较深，林佑以迷离有虫讲夸石霜，以道无有看病的唱和，与灵岩有弄狮子的唱和。而林佑留给后人最大的财富应是尾山景册。该书全一卷，全称尾山大圆禅师景册。林佑鉴于当时修行者渐渐懈怠，威仪不守，于是作本书，景起未悟，彻其未尽，使彼等归于正道。此书言简意丰，被后世禅门列为佛祖三经之一。要想深刻的了解禅宗，必须了解尾养中；而要想深刻的了解尾养中，就必须了解尾养中的开创者尾山林佑大师一生丰富的经历和独特的个性。尾山林佑出生时，母亲对父亲赵光主说：“看见满室的红光，异香扑鼻，好像有一个太阳一样的圆球从房子外面飞进来。”赵光主内心对妻子所说的景象惊奇不已。父亲为婴儿取名建光。时光飞逝，建光7岁时，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奇特而不寻常的事。赵家大院的上空，天空彩云片片，
相悦悦耳，极以相慰。云端现出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说话了：赵姓男童非等闲之辈，他是我佛的真旨，将来必能广传佛法，光大我佛门，诸位善信必须善加护佑。父亲为您又取名叫建公。就在这个时候啊，仆人匆匆地走进来，对赵光主啊说啊：老爷，外面有个和尚说是要见公子。因为赵光主夫妇平时就是乐善好施，对于行脚化缘的僧人总是很慷慨，今天有和尚来助喜，赵光主心中十分高兴。和尚啊，就是稳健的脚步走进院子啊，威仪庄严。他对赵光主夫妇说：施主万福啊，恭喜得子。和尚就取出了一串念珠，将它挂在婴儿的脖子上，双手合十说啊：此子骨相不凡啊，将来必成大器。和尚来匆匆去匆匆啊，后来就离开了。那大家就认为这个和尚啊，行为奇特，必非凡人。那赵光主就认为以后他这个儿子肯定会出席的。时光飞逝，建公一天天长大，到了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建公已经7岁了。就在这一年，发生一件奇特而不寻常的事。建公在院子和邻居的小孩嬉戏，正在嬉戏的建公抬头向天空，他看着天空，指着天空说：你们快看，天上的云彩多好看啊，一片是红的，一片是黄的，一片是蓝的，一片是白的，还有黑黑的，就出现了美丽的云彩，五颜六色的彩云。看到这奇观的人并不只有赵光主一家人和他的邻居，全村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彩云的后面还有一个金黄色的圆环，而且天空还出现了音乐声，而且还有一些奇异的香味弥漫在空中。正当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发现老人就在那个天空的圆环之中，云端的白发老人说：诸位善信，你们看到了天上显现的祥瑞是有原因的。那有一个年老的男子啊，就对仙翁说啊：请仙翁明白啊，是不是我们做了错事，冒犯了神灵啊？如果仙翁有什么要求，我们一定遵从办理。云端的老人把手朝着建公啊，指着说啊：你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更没有冒犯神灵。今天天上显现如此的祥瑞，不是因为别人，完全是因为这位赵姓男童。人们就一涌向前，把建公啊高高举起。人们是想说把建功交给云端老人哦，云端老人哦的话像一股电流就传遍建功的身体，其实他还是孩子哦，才7岁。他的心若有所动，但又说不出究竟是什么。
云端老人并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从空中伸出手将建功接到天上。云端老人只说啊，这一位赵姓男童非等闲之辈，他是我佛的曾子，将来必能广传佛法，光大我佛门，诸位善信必须善加护佑。后来云端老人啊，也随着风而去了，仙乐停止了，彩云消散了，香味也闻不到了。对于白发老人的神谕，赵光主感到恐惧不安，深恐白发老人的预言将来真的会应验。他希望自己儿子能读书向学，将来登进士第，光耀门楣。有一次，父亲赵光主对儿子建功说啊，我们长溪自古以来救出人才，出了很多有名的人物，并做出许多轰轰烈烈的事业。福建的第一个进士就出在我们这一代。他讲哈，有一个薛令之啊，就是从小就聪颖异常啊，所以他讲这个故事给这个儿子建功听啊，是希望他以后啊读书向上啊，可以中进士啊，为乡里啊增色添辉，就鼓励啊他以后就是能够啊成为这个有功名的一个对家乡有帮助的人。这是他还在7岁的时候，父亲就鼓励他。可是他母亲并不像啊父亲那样的担心，他不想让儿子啊寒窗苦读受罪，不希望将来中了进士而离开自己，他只一心一意盼着儿子长大娶妻生子，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所以母亲经常向建功啊讲述当地的名胜掌故和优美的民间传说。在建功的心目中，母亲是世界上懂得事情最多的人。在建功8岁的时候，赵光主为他请来了一位老师，私塾的老师，就是请老师在启蒙他读书。建功的记忆力很强，悟性极高，凡是陈老师教过的字一遍之后，即能永志不忘。1年多以后，建功便能认识大部分的常见字。有一天，陈老师就检查建功对经文的理解，就问道，我教了你这么长时间，知道你读书很用功，你能不能为我解释一下《论语》“学而时习之”？然后他就跟老师说：“学了，然后按照一定的时间去温习，不也很高兴吗？别人不了解我，我却不生气，不也是君子吗？”陈老师听了就连连点头说，很好，那么你能不能谈一谈你对习的理解，学习的习的理解。他就回答老师，学生以为习不仅有温习，还有实习、演习，因为孔老夫子所传授的功课，像音乐、射箭、驾车，非实习、演习不可。几个月以后，陈老师向父亲赵光主辞别。他对他父亲说啊，令郎聪慧异常，读书过目不忘，对经文的理解深刻，我不能再当他的老师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送别陈老师不久，父亲赵光祖开始觉得身体不舒服，经常咳嗽发烧，以为是寻常的小病。虽然医生开药止住了发热发烧，但是咳嗽更加严重。一年后啊，父亲赵光祖将建功召到床前，就握住建功的手说啊，我不久于人世了，你的天分很高，希望你读书向上，求取功名，光宗耀祖。几天以后，赵光祖就往生了。父亲的去世对建功是个巨大的打击。那一段时间，建功神思恍惚，寝食难安。他经常问自己：人为什么会死？人的生命为什么这样的短暂？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苦苦的思索，希望得到解答。由于父亲的辞世，赵家原本富裕的家境渐渐困顿。建功也不能继续读书，开始帮助母亲做活，经常上山砍柴以贴补家用。有一天，建功过完了13岁的生日不久，像往常一样的砍柴下山，经过寺院的门口，他放下了砍柴以后的担子啊，有听到啊，有和尚在念经。当他听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建功感到有一股暖流像闪电般流过全身，全身的每一个毛孔、关节、窍门都打开了，觉得无比的喜悦和惊动。他心里想啊，讲得多好，确实人世间的事物都像梦幻泡影一样的虚幻不实，像闪电露珠那样稍纵即逝，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不定的，无常的变幻又是多么的迅速，恰是浮云虚于幻灭。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在沉思冥想的时候，寺院的门打开了，走出一位老者，是寺院的住持和尚。建功就问老和尚说，刚才念的是什么经？然后老和尚就说啊，我们念的是《金刚经》。他老和尚就将 一部《金刚经》就让这个建功带回去了。后来建功就被《金刚经》吸引住了。《金刚经》全名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比喻坚固锐利，般若是智慧的意思。智慧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智慧，而是佛的智慧。波罗蜜多是到达彼岸的意思，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透过坚固锐利的根本大智慧，达到解脱的心要的经典。这种智慧可以扫除一切烦恼束缚虚妄，消灭一切黑暗愚痴，断除一切邪见，从而无所执着，即然清净，脱离六道轮回，达到涅槃解脱的境界。建功埋头阅读《金刚经》，在砍柴的休息时，回家是专心致志的阅读，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母亲看见儿子
这一段日子有些异样，就关切询问建空是怎么回事。建空就告诉母亲，他读的是《金刚经》，后来他也解释《金刚经》给母亲听，母亲也很满意。听到慧心树也不时点头，他为儿子能有如此的进步而骄傲。后来十几天以后，建功将《金刚经》还给老和尚，老和尚直到建功有所领悟，就对建功说：“你的悟性很高，可以去建善寺修习。要想真正了解佛法，必须去参访高僧大德。”父亲过世三年了，尽了人子的最后义务，但是他想到父亲去世后这些年来母亲的辛苦，想到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然而又思索自己将来的归宿，一想到出家就想到母亲，内心矛盾不已。到了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建功十五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出家修行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有一天吃过晚饭之后，建功鼓足勇气，低着头向母亲说出自己心中的打算，原以为会遭到母亲的言辞自责。母亲听了以后仍是慈爱地望着他，建功就感到有一股软流流遍了全身。母亲想到建功这几年的所作所为以及白发老人的预言，难道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母亲说：“我知道你去意难留，留得住身，留不住心。你父亲去世后，我能熬到现今，身体还健康硬朗，都是天天念佛拜菩萨的结果。只是佛法不是任何人都能入的，既然修习佛法，应以救济天下苦难的人为己任。往后不能照顾你了，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你要多加保重。”后来离家以后，建功翻山越岭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建善寺。建善寺是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有一位济宾国的僧人哲那牙多云游到此，见此奇象，预言道：“这是龙的变化，日后必将有一代大德出现，一见佛寺以示之。”建功因为看破世相，要求学习佛法，报答父母的大恩大德，建善寺住持法常法师后来为建功落法剃度，法号灵佑。因为受过神灵的庇佑，所以取名为灵佑。灵佑虽然为天上的神灵所庇佑，来历奇特，可是灵佑却从来不敢自以为是。他一进建善寺就挑水、劈柴、烧火、舂米、除粪，样样都做，其辛苦程度不亚于市里的僧人。他们见灵佑如此小的年龄就能做这些杂物，敬佩又怜惜，有些繁重的食物尽量不让他做，有时就把器具藏起来。法常法师看见灵佑如此的认真作物，知道他是有术士慧根的人，经常关照市里的执事生，多加的照顾他。就这样，灵佑清晨和僧众吟诵着庄严的梵呗，白天灵佑在后院做着杂物，空闲的时候和僧众一起
听法常说法，和师兄弟们研读佛经，讨论佛法要义，沐浴在佛陀慈爱的光辉中。有一天，法常来到后院，见灵佑在做活，关切地问：“灵佑，你到这儿已经半年多了，整日操劳不息，不觉得辛苦吗？”灵佑停止了手中的工作，他对师父说：“我不以为苦。师父不是说过，求道者应该像我佛那样的自学息苦，才会有成就吗？”法常点头满意灵佑的回答。法常师父说：“我无时无刻不在注意你，你能吃苦耐劳，我很满意。要知道，佛法大道不是躺在床上就能获得的，不经一番寒彻骨，真得梅花扑鼻香。求道者虽然很多，可是得道者如凤毛麟角。灵佑，你要好好的修持。”由于灵佑悟性极高，一波就通，出家两年多以后就掌握了佛学的基本知识。有一天，法常就对灵佑说：“你进步很快，将我所学的都掌握了，你应该游方参访大德，以求进益。”师父就鼓励他要去参学啊，四处参访才能有所成就，就鼓励他去杭州的龙兴寺去参访义宾律师。义宾律师是律学精研啊，灵佑就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到了向往已久的杭州龙兴寺，跟随义宾律师研习《大小圣经论》。两年多过去了，灵佑20岁了，只有受持具足戒才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出家人。一年以后，义宾法师对灵佑说：“灵佑，你很聪明，悟性高，我所讲的你都学过，为师的就将所知悉数传给你。现在你已受过具足大戒，应该去游学参访大德。”他所遇到的师长都鼓励他去游学参访大德，所以他受完具足戒又离开了龙兴寺。有一次，义宾在讲《大圣起信论》的时候，义宾有开示说道：“《大圣起信论》是大圣是古印度的佛教流派，大是指众生心的体性、相状、作用极大，圣是运载的意思。佛法能够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大河此岸到达彼岸，涅槃之彼岸，成就佛果，所以叫大圣。”起信就是发起正信，大圣起信就是要人们对大圣佛法起信仰之心。要想达到成佛的境界，必须掌握大圣佛法。义宾律师啊，勉励灵佑啊，学无止境，人的生命有限，佛法无边，继续参访以求新知。如果仅满足于老师所传授，是没有出息的，应该超过老师才会有大成就。
林佑因为义兵律师啊鼓励他去参学，他就问师父说，我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去哪里参学。后来他就介绍他去浙江会稽，就是现在的绍兴啊，会稽的妙喜寺的住持叫常照禅师。后来他又跟随常照禅师研习大小乘的教义。就是一直遇到很多善知识啊，很多的良师啊提点他啊指导他，所以他就融会贯通了大小乘的教义。后来林佑又前往了天台山，他后来来到了国清寺。国清寺是在灌顶法师的主持下兴建的，是国清寺的第一位住持。智克生就引领林佑去拜见道穗法师。后来他想要询问智于法师的一切，智克生就耐心地为他解答。智于法师就世称的智者大师，是天台宗的开宗祖师。林佑听了就对智于大师的风范倾慕不已。五斋以后，林佑和僧众在斋堂用膳，看到了一位满脸笑容的头陀进进出出的忙碌。他就发现那个头陀就是自己在松门岭遇见的一个头陀，原来那是实德。他就好奇问实德法师是怎么来到天台山的国清寺。因为实德是在风干法师有一次在山道上行走，听到前方有小孩的啼声，风干法师循声赶去，看见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在哭泣，后来就把小孩子带到了国清寺交给点座，并吩咐说有人来认领就交还。可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小孩子长大了始终不见有人来认领，于是就为他取名实德，让他掌管香积厨香灯。有一天实德登上法座，坐在佛像前享用饭食，旁若无人，后来僧众闻声赶来，将他赶下了高座，不让他，掌管香灯，让他在厨房里，就洗涤了器具。林佑对实德的身世深至同情。第二天早斋过后，道穗法师上座宣讲摩诃子观。道穗法师说道，以心圆心，念念相续，即是指心圆确定而后明察心境为观，故止观皆是作意识为而有差别。
后来每天跟着道穗法师研读摩诃子观，他就常想啊，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这么以念经为主，能救得了什么人吗？我又有多少人信仰，还不如实德法师识得自心，不必懂得许多资解。实德法师真是神身啊，因为听了王生的法号啊，你又可以一一的应过。这不是菩萨的示现吗？要人向善，改邪归正，身心度脱，免堕畜生道，心静即出家，我性与你合，说得多好。因为这是有一天啊，实德啊，他赶着牛啊，叫声和呵斥声啊，僧众惊讶不已啊。实德呢，就手执的鞭条啊，倚着地门大笑说：“你们这些人聚集在这里做什么？”然后慈律的首座就呵斥啊：“实德，你这个疯子，为什么大声喧闹，妨碍说法？因为殿堂上在说法，他在殿外啊，在赶着牛啊。”结果实德若无其事地说：“大德，请不要发怒。无嗔即是戒，心静即出家。我性与你合，一切法无差。我不是到这里放牛，这群牛大都是本寺的知识僧人所变。”然后实德就一一呼号，这王生的法号，牛就一一应声而过。僧众就惊愕地张大了嘴巴。实德驱赶牛群离去以后，大殿又恢复了安静。然后道穗法师继续说法，可是林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后来他又遇到了寒山，他在有一次在天台山的山道上遇见寒山，就问啊：“我想离开这里，但不知前往何方，请法师指点迷津。”寒山就手持了拄杖，对林佑说：“啊，千山万水啊，玉坛即止啊，或无价宝以正续珠子，就飘然远去了。”林佑就望着寒山的背影，坐礼致谢。回到国清寺以后，林佑又去询问实德，实德啊听了以后，沉吟了哈、啊、半天，说啊，寒山说的对。于是林佑主意遂定，就告别国清寺啊，就拦下去了。那寒山啊，他有一个诗记啊，受记：可贵天然物，独一无伴侣，觅他不可见，出入无门户，触之在方寸，言之一切处。你若不信爱，相逢不相遇。这个就是指哈，天然物就是人的心。是说啊，人的心啊，会产生很多啊，一切都是唯心造。后来他离开了国清寺，又到了江西，他看到了一群农夫在田里除草，然后他就了解了所到的地方啊，就是寒山曾经跟他讲的行止，就是说千山万水啊，逢潭即止啊。因为他想要去参拜这个百丈禅师，林佑就走到了百丈禅师的这个方丈室。百丈禅师对林佑另眼相看，就是答应他成为入室弟子。后来就被林佑就被升为点座，与黄檗希运同为参学之首。
所以在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深冬的一个夜晚，炉火快熄灭了，百战禅师就对灵佑说，灵佑你看看炉里有没有火。灵佑就回答说，师父，炉中没有火了。然而百丈禅师拿起火棒在火炉深深拨了一下，既然能拨出火种，百丈就举取少数的火种向灵佑问道，你说没有火，那么这是什么？火就是像人的本心智性，平常被名利资节所障蔽，就像那厚厚的一层灰，只有拨开障蔽才能洞明心性。本来心性人原本都具足，灵佑因此而开悟。有一次黄海禅师对灵佑开示，佛经上说啊，欲是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所谓时节因缘，就是把握当下和机会，时节即至，如迷忽悟，如妄忽意，你才会知道自己的本来心性就藏在内心深处，不是从外面得来的。百丈华海禅师引证过去祖师的言教来印证。过去祖师们经常说，悟了同未悟，无心亦无法，只是无虚妄凡圣等心，为本来的心性人人原本都具足，现在你既然有所得，就善智护持吧。百丈华海禅师确实做到了欲是佛性，当观时节因缘，他敏捷地抓住机会，亲自拨火，绝不放松，绝不犹豫。这种高明的开示确实给灵佑极大的启发。百丈华海禅师所说的时节即至，如迷忽悟，如妄忽意，与孟子的一旦豁然贯通同理，也与唐代的张旭、关公孙大梁五剑气而悟草书之法属同一境界。可见生活中往往都有类似促进起悟的体验。在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来了一位英气勃勃的参禅者，他就是长官。长官聪慧过人，待的时间不长，可是获得百丈华海禅师的器重，与灵佑等相处融洽。百丈禅师有一天问灵佑，灵佑，如果抛弃了咽喉唇纹，那怎么说呢？灵佑心知百丈华海禅师的语带禅机啊，他就机智的回答，把问题啊还给百丈禅师说，那么请师父说。只是华海禅师说啊，我十分愿意向你说，只怕说了以后啊，丧我儿孙啊。灵佑心想，师父说话真是滴水不漏，我明白师父为什么不愿说，因为一说就落于言权啊，有违禅宗不可言说的旨趣。然后百丈禅师就问禅官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禅官就恭敬地回答，弟子以为不仅要抛弃咽喉唇吻，连师父也要弃却。百丈禅师说，没有人的时候，我会用手搭在额头上遥望你的。灵佑听了长官的答道，心想长官师弟的回答真是干净利索，人尽俱夺。
那百丈又问站在长官旁边的谭晨，谭晨你怎么看？谭晨说，师父 你有还是没有呢？百丈就失望地说，伤了我的儿孙啊。林佑在一旁听了，心里想，真是拖泥带水啊，你这个答语是对不可言说的第一义提出质疑，没有超出思虑的藩篱啊。师父说，如这样法事就会断绝一点也不错。后来百丈禅师就问三个人道，你们当中 有谁愿意为我传话给西堂智障？长官就自告奋勇说，师父弟子愿前往。那百丈禅师问，好，你怎么传话？长官就信心十足地说，等我见到了智障师叔再说。那百丈禅师又追问，那么你见了智障以后说些什么？长官就慧洁的一笑，等我回来再告诉师父。这一场师徒间的这个并却咽喉唇吻的讥讽应答，三人体现出不同的悟境。我们常看到这很多禅宗公案师徒的应对其实他们有很多的答话那真的是要气理气机讥讽相应好，我们休息15分钟。
有一天晚上，大众聚集，百战禅师上堂说法，灵佑发问：师父，对一切境，怎样才能心如木石呢？百战禅师说：世间万象，本无所谓空，也本无色，也没有是非垢净，也无心去戏服人，只是人与希望之心去计较，做若干种解会，起若干种之见，生若干种的爱念和畏惧，万象不自生，都是从自己的一念升起，颠倒妄想。如果只看到外相，就会生出知觉、必见。人的本有之性，不能用言语来形容。它本来不是凡，也不是圣，不是垢，也不净，不是空，也不是有，不是善，也不是恶。学道人因一切不得不拘，去住无碍，生死往来如门开、门闭一样。白瞻禅师继续说，学道人如果遇到种种的苦乐，称意不称意事，心没有退居，不去想念名声、钱财、衣食，不贪求功德，不被世间的万象所挚爱，无亲无爱，苦乐一样，初一遮寒，初十活命，昏昏沉沉，如鱼似龙，才有接近大道的可能。如果广学知解，求福求智，仍然是飘溺在知解之境。佛就是没有所求的人，有所求就会乖离。真理也不是刻意追求所能得到的，刻意追求就会失去。但如果执着于无求，又与有求相同；如果执着于无为，又与有为相同。如果能一生如木石相视，不被五欲八风所飘溺，就能去住自由。谭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司马头陀在湖南潭中寻悟到一山，大伟山是参禅修道的好地方，需有贤能的人去住持，开建道场。司马头陀就问百丈华海禅师：“你的弟子中有谁可以去？”有一天，百丈华海禅师就随手指着在走廊下的一只净瓶说：“啊，这只净瓶啊，不许叫做净瓶，又该叫它什么？”灵佑一语不发，对着净瓶踢倒在地。要使净瓶不再称作净瓶，并要把它的体和用彻底加以否定。那一年，灵佑才36岁，灵佑就依依不舍地告别师父，启程前往大伟山。经过十几年的朝夕相处，形同父子兄弟，百丈禅师就带领的所有的众徒弟啊，就相送啊，灵佑啊，很长的一段路啊，合掌惜别。因为灵佑辞别了师父，在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从大雄峰启程，奔赴潭州的大伟山，去开辟一所新道场。灵佑跋山涉水啊，越过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处的幕阜山，到了洞庭湖。后来又到了长沙，就接着在湘江北上，后来到了庐山的山路，看到了高干宠丽，
满目的青翠，风景优美啊。林佑就脱口而出：“好一处美景，山清水秀。”他遇到耕种的农夫，就问说：“现在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农夫就答道：“说是潭州。”然后听到了这个潭州，他想说自己跟这个潭州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姻缘。后来他自己呢，就一个人就往山上走啊，因为他的目的地是要去大尾山。后来林佑在大尾山啊，同庆寺发愿要造一部《涅槃经》书抄。林佑含笔损耗啊，冥思苦想，挑灯夜战，两三个月内呢，将《涅槃经》的书抄完成。林佑将书抄置于炉火中啊，如果书抄和经意相合，蒙诸圣贤认可，愿火不能烧。林佑就点火烧书抄，奇怪的是书抄却一无所损。林佑为信众就宣讲《涅槃经》的义理，妙舍生花，林佑不畏虎狼吓走群贼的故事四处宣扬，林佑的名声越来越大了，四方参禅者信众云集会下。在他到了这个大尾山的时候啊，有一天啊，林佑做了一个梦啊，有一位白发的树神啊，向那个身披金甲的山神报告。他说啊，从无量劫以来镇守此山啊，山神说啊，他从未见有和尚到此山啊，既有和尚来到啊，为我们征服消灾啊，那和尚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树神就说啊，我刚才问他，他说不要什么别的东西，只要有一个寺院可以住宿啊，避风躲雨。后来呢，这个山神就说区区小事啊，说他立即要召集这个所有众罗罗啊，为这远方来的和尚造一个寺舍。后来清晨啊，林佑出动，他本来是到这个山里面只是一个洞啊，暂时啊能够避风遮雨啊，可是因为树神啊告诉了山神啊，就第二天哦就建一所寺舍拔地而起。啊，林佑就双手合十啊，这不是我所能办到的，这是菩萨保佑，是涅槃经的威力。走进了寺舍，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水。后来呢，他看见的寺前有一块大石头，就用拄杖把石头啊敲开啊，就清泉就从地涌出了。后来那个地方就叫灵泉。其实这个大尾山是山势啊险绝啊，鸟无人烟的。林佑一个人住在寺舍里面，每天跟猿猴为伍啊。那采集的橡栗等野果充腹，焚香默坐诵经。后来持续一年后，仍不见有人来山上参禅问道，他就着急了，我到此山住持为的是弘扬佛法，广度学人，可是如今未见有一人来参禅学道，我独善其身有什么用？而且每天采集橡栗果腹，以此暂时尚可维持，可是长时间没有生活来源，那又怎么行？倒不如到别处去参访。可是他后来到了山口啊，洞的山口就有看到了蛇、狐、狼、豹啊，挡住他啊，挡住去路了。后来他就高声呵斥道：“你们这些野兽啊，不要挡住我的去路！我如果和此山有缘，你们各自散去，让我弘扬佛法，
如果我与此山无缘，你们不要动，我过去任随你们吃。奇怪的是，他讲完这些话，野兽们就相互望了望啊，就呼啸着四散而去啊。他就想说，这是一个暗示啊，就是要他不要离开尾山啊。他立即就还回了他的四舍。后来晚上，他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啊，看见寺旁的树又变成一个老人，树神啊，又对他说话了，又让他要留在大尾山啊，不要云游他方啊。就说几天以后啊，就会有菩萨点化众生来听佛法。后来他惊醒了以后，这个老人啊就飘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向了。那也因为他住进大尾山以后啊，那些害怕虎狼啊结伴跟踪于山脚下的农夫们，本来不敢上山的，就大家议论纷纷啊，真是奇事啊，他一个人哦，自然能够在山上建起一所寺舍，而且独来独往，那么多的虎狼都不伤害他，真是太奇怪了。后来人们就惊奇不已啊，就开始啊争相走告了，就大家当地的居民就开始啊出钱出力了，就替灵佑建造一所寺院，齐心协力，后来就在山上建立一所寺院。那广霞这一带的按察使啊李璟啊，听闻到这件事啊，就奏请了唐宪宗皇帝，赐给这个寺院的名称叫做同庆寺。所以就灵佑就在大尾山同庆寺就发愿造一部《涅槃经》的书钞，而且他自己造这一发心书钞，要以开悟众生，让众生迷途知返，弃邪归正，救民佛法。书钞和经义相合的话，就蒙诸圣贤认可，愿火不能烧。后来有一天，灵佑在为大众说法，有一位大安禅师就领着几位僧人从江西的大雄峰来到了大尾山的同庆寺。因为百战禅师啊挂念他啊，就带着几个师兄啊来辅佐，请大安禅师带几位僧人来帮助他，希望同庆寺的法务越加隆盛。所以俗语说得好啊，人发好愿天必从之，人发恶愿天必除之。因为有一天他遇到有一群强盗要来抢劫哦，大家都逃走了，只有大安哦法师，因为师父的命令哈、交代、他不能离开嘛，所以他就在寺院啊，他就来到灵佑禅师面前啊，刚才有神人禀告，有一群盗贼要来抢劫本寺，切望师兄慈悲啊，和我一起寻觅地方啊回避。然后灵佑从容不迫说啊，你们不知道此事的时候，我早已知晓此事。涅槃经上说啊，本无恐怖，如果有恐怖，怎能叫涅槃？你火速回避，不要管我，我就在这里，坚决不离去。然后那些盗贼啊，就来到寺院以后啊，他怎么寺内寺外搜遍全无一物啊，就诧异的说啊，我们商量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们怎么都躲起来了呢？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啊？其实这些盗贼啊，要来之前已经有这个寺院啊，已经自己知道了，因为是有神人禀报嘛，所以有盗贼啊要来抢劫，所以当这些盗贼来的时候，只有一和尚啊，端木啊，闭目端坐，就是灵佑啊，他自己已经在那边闭目端坐了，所以灵佑镇定自若，要杀要留啊，任从施主。这些盗贼，其中有一个叫刘佑啊，见灵佑禅师的语气安详，了无惧容啊。那自己就像闪电击中一般啊，向后啊退后几步啊，手中的刀啊就掉下来了，就倒身
跪地啊，徒众嘛也都见到这个领头的人刘佑跪拜啊，他们也都跪下来在灵佑的周围，就说啊，我等肉眼凡胎啊，不是高深，冒犯大德，妄起恕罪。这群盗贼灵佑就率领他们呢就下山去了，然后寺院的僧众就纷纷的就回来了。从此呢，灵佑不畏虎狼吓走群贼的故事四处传扬，灵佑的名声就越来越大，四方参禅者就竞相奔赴啊，告知啊，说这个灵佑禅师啊，在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有一天来了一位年轻的参禅者，这个人注定要与大伟山结下难解难分的缘分，就是慧寂悟道后就住持养山，所以后来又称就养山慧寂。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9年，慧寂啊来到了大伟山啊，灵佑在大伟山开设道场，弘扬大法，法席鼎盛，四方学人云集。慧寂闻之，决定前往大伟山啊，去参访。灵佑就问慧寂：“你是有足的沙弥，还是无足的沙弥？”语带禅机呀。然后慧寂回答：“我是有足的沙弥。”灵佑就追问：“既然是有足的沙弥，你的足在哪里？”慧寂就以稳健的步伐从西面走到东面啊，端端正正的立着，一语不发。慧寂是有素慧的人啊，出家后四处游学访道，有一天慧寂将他心中的疑惑他请问这个灵佑，后来灵佑就看见这个站在面前的徒弟，就想啊，慧寂啊，你一心一意思索问题啊，犹如自闭心神啊，自陷井中而不得出，你只要把性空的话放在一边不顾，身心自然透脱啊，不用绳索就可以从井中出来。灵佑就忽然叫到慧寂，然后呢，慧寂没有想到师父一问就说在，灵佑就哈哈大笑说啊，你这不是从井里出来了吗？然后慧寂就灵机一照，自己的病自己惹，自己的命自己度，人生在世都被种种的贪欲痴迷所困，如在井中，一念不能突破即落井，一意不能超脱即陷阱，心心念念的执迷虚妄都是深黑之井，要别人来破除迷妄是不可得的，不如自己当下设法脱身，出井破井，从烦恼痴迷中解脱，得大自在。习气和事项上的尝试都是井，禅的觉悟，生命的体验，不能从外求得。后来慧寂就大笑而去了，并说：“我在丹元禅师处得命，在灵佑禅师处得地。”有一次，慧寂就问道：“什么是达摩祖师西来意？”灵佑禅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指了指悬挂着的灯笼，说道：“大好灯笼。”慧寂又问：“莫非这个就是吗？”灵佑禅师听了，心想：“我刚才那样的回答是禅门祖师惯用的手法，目的是要破除你对西来意的迷执。我现在用你的话来回答你的问题，是让你知道。”祖师意即在你的自身、自心。
有一天是灵佑禅师的四十大岁寿诞日子，同庆日，就喜气洋洋啊，因为那一天也是佛陀释迦牟尼佛的生日。然后灵佑禅师就上堂哦，开示了。灵佑禅师说道：“修道人的心直朴直率，没有虚伪雕饰，没有正面与背面，也没有欺诈虚妄，只要以自然寻常的态度去看世间万物，去听各种声音，该听就听，该看就看，不娇柔做作，也不刻意的闭眼塞耳，情感不受外物摄像的搅动，这就是得到。这样的境界好像一泓秋水，澄清洁净，清纯无碍，所以说他是得道之人，或是无事之人也未尝不可。”有一个僧人听了灵佑禅师的话，就出来问道：“顿悟之人要不要继续修正呢？”灵佑禅师回答说：“如果真正能领悟到根本，而且能够自知的话，修与不修只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而已。如果一个人由于某种因缘而初悟禅机，还有长期养成的种种习气没有除尽，若把这种习气除去，就是进一步的修正。换而言之，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如果单刀直入，那么凡圣之念尽消，即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佛。”有一天，有一位僧人风尘仆仆来到了大围山，将一封信交给灵佑禅师。原来是当年的同参黄檗希运禅师写来的一封问候信。送信人是其会下的僧人义玄禅师，因为义玄后来到河北的灵济开坛说法，所以又称灵济义玄。义玄是潮州，就是现在山东的菏泽。自幼即有出尘之志，落法受具足戒后，就到了黄檗山依附黄檗希运禅师修习。所以他奉这个黄檗希运啊，这个致书给灵佑。灵佑禅师和那个义玄啊，初次见面相谈甚欢啊。那义玄有做一个颂语啊：“大道觉同任向西东，石火莫及电光网通。”灵佑禅师问慧极：“石火莫及电光网通，从古以来大德用什么启发生徒？”慧极问：“师父怎么看？”灵佑说：“虽然有言说，但是没有实意。”慧极说：“弟子不怎么认为。”灵佑问：“你又怎么看？”慧极说：“容不容真，私通车马。”所谓官不容真，私通马车马，就是法律苛刻严密，容不得丝毫含糊，但是私下人情却大有通融余地。领悟禅宗本不需言辞，如今以言辞来启发僧徒开悟，只是一种通融的做法。
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有一个僧人急匆匆地从山下赶来，向灵佑禅师报告，百丈华海禅师于正月17日圆寂的消息。灵佑禅师闻之，心中无限的悲伤。百丈禅师的音容笑貌，自己在百丈山的经历，一一浮现在脑际。灵佑就召集全市的僧众，面向百丈山跪拜顶礼，以示哀悼。从灵佑缓慢的步伐、行香时略为颤抖的手，众人都感觉到了灵佑心内的巨大悲痛。不久以后，从百丈山就来了一个参禅者，就是智贤。智贤悟道之后，住于邓州，今这个现在的河南邓县西北的香岩山，所以后世又称之为香岩智贤。有一次，灵佑禅师上堂时对智贤说：“我听说你在百丈禅师处的时候，以博学多闻著名，问一答十，问十答百，十分聪明伶俐。我现今不去问你经卷上的知识，也不与你做枝节上的答辩。我今日问你的生死根本，父母未生你时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试说一句看。”智贤没有想到灵佑禅师会问这样的问题。智贤既然张口结舌，一脸迷惑，一句话答不上来。其他僧众都以惊讶的目光看着智贤，智贤感受到了周围的目光。智贤后来就慌忙就回到寮舍，把他平日读过的那些经典全部翻出来，仔细翻查，一直翻到了夕阳啊，满桌高高堆积的经卷语录都染上了这个夕阳光辉啊，暮色四合。智贤就端坐桌前啊，拿起经卷一本一本不停的翻看，眉头就紧锁，他嘴里就不停的叨念着：未出生之前我是什么？父母未生我之前的本来面目又是什么？他翻阅了一整天的经卷，找不到答案。他失望地叹口气，放下经卷，推开方丈室的门，见灵佑禅师正在闭目打坐。灵佑就语带禅机地问：我问你的，你想出答案了吗？智贤呢，就跪在灵佑禅师面前，弟子愚钝，实在答不出来，想不出来，求您发发慈悲，为弟子开示。那灵佑禅师就说啊：不行，我不能告诉你，告诉你有什么用？如果告诉了你，那仍然是我的，不是你的。我现在如果告诉你，你将来一定会后悔，怨恨我剥夺了你开悟的机缘。后来他就折回去寮舍了，就取过了烛台，把灯啊点亮，望着灯火出神。等到巡寮的僧人发现智贤的寮舍冒出浓烟啊，大家就看到浓烟就进来啊，原来火苗啊已经吞噬着这些经书的书页啊。智贤就端坐在火堆前啊，寂然不动，因为所有的经卷啊、典籍啊，化为一堆灰烬了。智贤就呆呆坐着，眼睛含着泪。巡寮的僧人就说：惋惜啊，人越来越多了，都是纷纷议论着，真是罪业啊，那些经卷都是前辈大师的言行啊，这应该要进席制止的，这些经卷太可惜了，师中如果不要，我们可以研读啊。因为智贤都把那些经书给烧了，因为他读了那么多经书，他没办法领悟啊，他觉得说读了那么多书，不再研究经书了，宁愿做个粥饭僧啊，明明白白过日子。第二天，智贤就向灵佑禅师祈别啊：我今生不再学佛法了，做个行脚僧人，到处流浪吧，免得浪费精神。就此作别。后来他就转身走出山门，下山去了。
虽然聪明伶俐啊，智贤很聪明啊，但因执着于文字的精解，始终不能领悟自己在父母未生之前是什么。父母未生之前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本体心性，对此了悟方能悟道。文字精解如画饼，岂能充饥，就是岂能开悟。做个只知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的人，倒是免伤心神，但是烦恼障蔽又岂能破除。智贤就从大尾山下山以后，跨山越岭，四海为家，他就到了南阳山、白羊山、党子谷结安而居。这个地方是南阳慧中国师修行的地方，慧中国师入灭后就葬在这个地方，他就守着慧中国师的灵塔，默默耕田除草，无私无力，无心也无法。半年过去了，有一天智贤像往常一样在田间除草，还有弯腰捡一些乱石砖瓦，一片两片，突然当他发现地上有一片小瓦片，弯下腰拾起瓦片，像这个前木的灌木丛丢去的时候，瓦片碰到了竹子，咔隆一个清脆的声音啊，他觉得他的心头啊有什么东西啊在心头消失了，整个人呢身心脱落，通体透明，像电光石火，纠缠在心田的茅草一下子就烧得精光了。这清脆的声音是天籁，四心受到天籁的撼动啊，天机鲜活灵动了，他就把锄头一抛，哈哈大笑起来了。就是因为他那个小瓦片啊撞到了竹子，一击忘所知，更不假羞耻，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显言上上机。后来他就焚香朝着大尾山的方向跪下，恭恭敬敬拜了三拜，感谢啊，就是灵佑禅师的大慈大悲，没有为我说破。如果您当日为我说破了，怎么会有今日的彻悟受用呢？灵佑禅师真是善于就是提佑提点啊，所以智贤内心感万分激动啊，所以他就后来就写了一首偈语，就是一即忘所知，更不假羞耻，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显言上上机。就是说大彻大悟，从前所学的一切佛学知识对他就没有什么重要性可以言论了，但你一旦达到了悟境之后，就没有必要死死记住他们而将他们忘了，更不假羞耻。大凡刚开始习禅的人都以为必须改变他们的平常心态，他们认为不是要进入某种出神或恍惚的状态，就是要经过佛经里面时常描写的各种禅定阶段。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习性是不需要也不可能改变的，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自古以来不少的人抱持一种观点，大彻大悟的境界必须进入三洞，闭起眼睛坐在那里冬眠，想象进入空的境界，而香言却与活泼的动作显示了佛教的真意。尽管他已进入真空的悟境，并且还以那里作为他的住处，但他却并没有堕入孤木死水似的顽空里。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在真空的境界里是没有一法可以称为动的，既没有待在某一个处所，更没有待在任何一处地方。尽管每天从早活动到晚，成天说话扬眉顺目行住坐卧，
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诸方达道者闲言上上机，像这样的悟境，怎么不会被诸方开悟的宗师们称作是上上根基呢？所以智贤熟读经典，在心田蒙上了一层知见所形成的厚壁。灵佑禅师不说破，是因为知见壁障不能用知性点破，只有因缘时节到了，才可能有真正的悟解。开悟的境界它自然就会呈现了。智贤偶然及竹忽灵天籁根尘震落，心境合一，顿悟过去执着于文字经解的谬妄，破除了以往的知解失路。当年百丈华海禅师以欲知佛性意，当观时节因缘开示灵佑，灵佑互以此启发智贤，心火相传，卓然不喜。智贤开悟，好事漫不经心，得来全不费功夫，实则是他长期修行的结果。此时的智贤修歇思虑，耳根清净，心性空明，一击之下，就是瓦片碰到了那个竹子以后那个咔啷的一声他就豁然的悟到了。我们在日用生活中也有类似的体验，有时苦苦思索某一问题而得不到答案，当我们将问题放在一边，答案反而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涌上心头。不同的是，智贤所悟的是无上道而已。后来智贤回到了大尾山，拜见了灵佑，将自己开悟的经过讲述一遍，并将寄语呈给灵佑说当年没有您为我说破大恩大德莫齿难忘。他就后来就拜这个灵佑禅师为他的师父了。然后灵佑急忙就扶起了智贤你我以道义交以禅法相契，同为佛之弟子只要彼此相契合，不必计较名分。后来灵佑禅师就击鼓升堂让维诺把智贤的寄语呈给大众，对弟子们说智贤这一次是真正彻悟了，你们看望所知三个字就知道他已达到了禅门真谛。然后大众就齐声同贺向那个智贤道贺。智贤及竹这个轰传的禅铃，许多的禅师就评说且道祖师禅与如来禅是分不分这有很多的禅师他们有一些对话，有个玄觉就说且道祖师禅与如来禅是分不分。那常庆龄说一时作却，云居席说众中商量如来禅浅，祖师禅深只如相言，当时可不问如何是祖师禅。有一个叫郎郎觉说五帝求仙不得仙，王乔端坐气儿升天。那尾山吉说相言可谓上无法片瓦，下无着锥，漏裸裸，赤傻傻，没可把。若不是仰山，几乎放过这汉，何故不得双雪双刀胭脂松柏超？那进山稿说面面相看，手脚动，真知羽化是他人。这个都是禅宗的一些对话的语句灵佑禅师撰写《尾山警策》，作为对懈怠僧人的警训，鞭策他们进道修业。《尾山警策》全文以散文寓语组成，
共分五节，第一，是舍身之大患；二，逞出家之流弊为三景策；三，明出家之正目；四，是入道之由境；五，绝劝叮咛次用韵语；四元三十六句，文简而意切。灵佑伪三景策之流传广远，它是灵佑禅师给后人留下的一笔丰厚的文化财产，瞻盖后人无穷。有一次，慧吉禅师正坐在床上休息，有一个僧人问慧吉，无所不在、无形无相的法身能不能说法？慧吉禅师说，对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但是有一个人能回答。僧人问，能回答的人在哪里？慧吉禅师从头上将枕头推了出去，放在僧人的面前。灵佑禅师听罢，赞许地说，慧吉用宝剑上的锋刃说法，所谓真实法身，皆能由其自身显现出来，不能用言语诠释来显示。法身遍于世界，无所不在，万物皆有自性，俯拾皆是。正当灵佑的伪山法宴臻于隆盛之时，一场灾难降临了。佛教史上有名的会昌法难，唐武宗破坏僧尼、拆毁寺院的诏文颁布之后，大伪山也在劫难逃。灵佑在徒弟的陪同下，一步一回头，离同庆寺而去。李善信居士富而仁义，乐善好施，倾心向佛。他供养灵佑禅师隐居在其家里。灵佑禅师为众乡民说道：人生之苦，人生难得，母事劬劳，奉劝善男信女，切须孝顺父母，不如趁早修造福田，修行正道。人命短暂，刹那易逝。后来灵佑就回到日月、思念的这个大伪山、他惊喜地发现徒弟们都已找他先回到了大伪山，正是群龙无首。灵佑一回来，伪山的法宴又轰轰烈烈地开办起来。有一天，灵佑禅师上堂说法，有一僧人出来问道：请和尚为大众说法。灵佑禅师说道：我已经为你们说得十分疲困了。有一僧人又问道：从前的诸位圣者啊，直到如今和尚一直怎样？灵佑就问道：你看到什么了？僧人问道：莫不这个就是吗？灵佑就故作不知问，你说哪个？僧人很机灵，答到刚才回答的。那灵佑禅师说：你指哪个？去，不要生事啊！正在说话的时候，一个僧人走进来礼拜灵佑禅师。灵佑坐起身，那僧人就马上急忙说：请师父不要起。灵佑就反戈一击说：老僧未曾坐。僧人也随机应变：弟子也不曾坐礼。灵佑看了那僧人一眼，问道：为什么无礼？僧人无言以对。那僧人就
就请问灵佑禅师说，请师父解释怎样是尾山一顶立啊。灵佑招手，你过来，我对你说啊。僧人就一眼走近啊，灵佑就冷不防就给了那个僧人一个踏哈、啊、踏步给他了。灵佑就问僧人，你从什么地方来？僧人拱手回答，弟子从长安来。灵佑禅师问道，你既从长安来，有没有带长安主人公的信来？僧人呢机灵啊，知道呢灵佑都是语带禅机哦，这个禅师啊在跟弟子的应对啊都是问答都有禅机的。然后僧人回答说，弟子不敢妄通消息。灵佑点头微笑说，诚然是内行的师生啊。僧人问啊，师父禅干收饭什么人吃？灵佑说，唯有哲理不吃。僧人呢闻言呢又作呕吐事哈。灵佑对侍者说，把这个病僧扶出去。那僧人闻言就走出了法堂。这个在应对里有时候听啊，我们都听到无厘头啊，可是里面就是很多禅机哈的一个对话。在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四月的一天，湖南观察使裴修是虔诚的禅宗信徒，亲自来到了李家村，恭请灵佑禅师复出，重回大尾山广度学人，使本地的百姓普沾法乳。灵佑回到大尾山，灵佑升堂说法，裴修也在僧列之中恭敬听法。灵佑以83岁的高龄伏病为大众说法。灵佑问身边的徒弟，老僧百年之后应该有个去处，是不是？老僧百年之后要到尾山下的农家去做一头水谷牛。灵佑盥洗后就盘脚而坐，安然入眠，得年83岁，法腊64，灵骨葬于大尾山的清净塔。佛家有三世之说，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灵佑禅师是维养中的领袖，未来世可能就成为山下龙家的一头水谷牛，打通现在世和未来世，则尾山僧人和山下的水谷牛是二亦是一，换作尾山僧则现出水谷牛的形象，换作水谷牛则成是尾山僧人。无论尾山僧人也好，水谷牛也好，都是生活于人世间的。作为一个尾山僧人，他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衣食来源都取决于人世间仰仗十方的供养。除了说法宣教以外，他对于人世只有取而没有与。可是作为一头水谷牛，饥则吃草，渴则饮水，寒有皮毛遮身，热往水中一躺，悠哉悠哉，快也何如。他年年月月不停地为人耕田犁地，到老了还要受杀身之祸，肉皮骨被人享用。这样说来，水谷牛之于人世间是只有与而没有取了。一代的高僧大德虽然离去了，但是水谷牛的公案像谜语一样，引来后世无数禅师的评析。在南唐光禅师别有解会啊，尾山水谷亦成流，不是尾山不是牛，举世有谁能道德，颇深鱼笛钓鱼舟。宝林永禅师另据之言，他评论说啊，改雀形容换雀头，当阳然影各中游，驴马名字虽呼唤，多少旁观满面羞。以上所举诗句是代表了对这一则公案的几种主要的见解。尾山僧水谷牛公案的含义大致可以由上引诗句做代表，真是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灵佑禅师归籍之后，众生请求大安禅师接踵主持尾山法宴。灵佑禅师虽然圆寂，但是心境火传，长明不灭。效法菩萨道之例行实践，历代高僧风范智慧与悲心之示现，就大圣精神，以大愿与大恨为佛教也为众生之菩萨道的实践，此即诸佛菩萨之本怀。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与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若为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参酌历代高僧与祖师之慧见与体悟，高僧的生平传承及主要思想，以及对后世之贡献，深觉佛法是启发众生思维诸法实相升起大慈悲心的指南。我们可以肯定，为众生便是为佛教，一定要为众生归敬三宝，听闻正法，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